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意大利知名艺术家 Eduardo Trussardi， 他的作品 Ethereal 带到恒隆广场。我们也推出了全新的客户关系管理计划恒隆会。再次感谢每一位嘉宾到来，也希望你们有一个愉快的晚上。